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川。今天是我在沙巴的第四天，现在是早上10点多，我们要找一个 brunch， 就是早午餐来吃。然后我的沙巴朋友就介绍我们来了这间 restaurant for gay， 就是波记茶餐室，要吃它的什么面？高拉面。高拉面。鱼露米粉。还有鱼露米粉。对，来，我们走进去吧。方便的。高拉面。鸡肉。你们这边吃这些都会给一个热水汤哦。对，肯定没有。哇，它的饮料好大杯哦，不知道怕我们喝不够啊。食物来了，这个是炒多拉面，哎呀的，很大盘哦。它这个就是有面和鸡肉。就没有其他东西了，就有炒一点蛋，可是它的味道啊，一嗅啊就是有锅黑的。它锅黑很香哦，很足够的锅黑，有点甜，甜跟咸。它鸡肉味很。它鸡肉很软，很 Q 弹，它不是那种煮到很硬的鸡肉，很好吃。这个是炒板面加鸵鸟肉，这个应该是鸵鸟肉来的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板面，连菜都是一模一样哦，真的是板面的料，只是加了鸵鸟肉哦。鸵鸟肉好吃，有吃到鸵鸟肉没？有，我感觉，然后过后这个板面跟西马的板面不一样，因为西马没有什么的板面，很香。那个是什么？鱼露米粉。啊，这个是鱼露米粉，怎么会叫做鱼露米粉呢？鱼露。有放鱼露的、啊，fish sauce 哦，真的有放 fish sauce。我叫的是啊、鱼片的鱼露米粉，那是鱼片的，鱼片切到这样有点像双汤。哦，原来叫 fish sauce， 这个有点像双汤啊。那鱼露米粉就很特别啊，我们那边是没有的，真的好吃。还有那个海鲜的一点味道啊，因为它有加了鱼露，然后它是粗米粉来的，它不是幼米粉。最重要就是它炒的东西都是有锅黑啊，就是有锅气，只要有锅气的东西都是很好吃。这个是叫做干捞云吞，一个干捞云吞，刚才好像云吞的馅料也是用虾做成的，因为这边是没有猪肉的嘛，那它里面用的都是海鲜的，嗯，好吃。吃完 brunch 之后，我现在是来到了这边的 KK 的 Philippine Market， 所以在这边我们去逛一下，看有什么杂货可以买吗？第一次来这边，这边进来就是卖椰子，很少人哦，没什么游客。如果没有疫情的话，应该是很多游客的。我卖很多这个海鲜干料，
那我朋友说的应该是这种零食啦，100包的。这几个是嗯，哎，等我上来。问你。其实这边档口卖的东西都差不多是一样的，来来去去都一样的。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后面好像也是有很多档的，可是好像关到完了，这边全部。我们去下一边看，这边都是空的了，有可能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已经很多都是收档了。这边就有另一个马克车衣服装的。在卖一些杂货、服装、饰品。有点像泰国的那个扎都扎。青蛙的钱包。其实可以想象一下，因为这个菲律宾诺马克它是在城市的中心点嘛，所以如果没有疫情的话，那是很多游客的。那现在有疫情，所以就没什么人了。哦，又看到一个是卖水果的，有可能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了，卖水果的。都是卖一些我们的热带水果。哎，这个我没有看过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自己在玩的小猫，好大的胶，有卖好大力的那个水翁，这个是青色的，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整个白白的面团。有一些是沙巴当地的水果，所以我们来自槟城 KL 的，我们都不认识什么水果。很好奇这个到底是什么来的？菠萝啊，又不像榴莲。菠萝？不懂，这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这些是蜂蜜吗？哇，他们这边生产很多这种。青色的大香蕉，到处都是香蕉，当然叫做槟城蜂蜜。现在来到他们卖海鲜的那个摊位啊，在这边应该可以看到一些很大很新鲜的海鲜了，进去看。一进门就看到，哇，这么大个的血蛤，我们那边根本买不到哦，好大个哦，全部拉，是拉拉吗？是拉拉吗？哇，这个河豚啊，这个鱼，来进来吧，看到很奇怪的，很特别哦。哇，他们这边卖很多这种鱼耶，哇，这个虾好大只哦，好大只的虾，还有龙虾很多啊，那边龙虾我卖这个好耶，整个鱼都很大只哦，卖很多这种，好大只哦，我们那边很难看到这么大只的墨鱼哎，很多这种螃蟹，这个海螺啊，蘑菇鱼，这边到处都能看到这个鱼的，这个鱼要怎样煮哦，我们哪里会煮哦，这个是金枪鱼，多呢？
都那鱼只有大海才会有的，我们这边槟城的话很少看到有这样大的鱼。切这一片一片，都那啦，喝很多这种海鲜粒啊。朋友就叫我来店面买的，所以我们刚才就走到了这间店。这边好多干货，哇，全部都是那海鲜干料，好大个的海参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是海参啊，好像不大一样这样。喂，等你啊，你要放啊，你这个海参，鸡参，好，海参独立啊 ，OK。Okay, thank you. OK， 现在我买了这个海参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干贝，很香哦，这个干贝。我买了这两个是250块了，加他 discount 的，价值扣了他就扣到250块给我。我也不知道便宜还是不便宜啦，可是如果是料好的话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走完这个菲律宾诺马克勒，也是买了一些海味啊，买回去过新年。现在要去下一个目的地了，等我的朋友带去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